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有后续吗？有啊，扣了他十点幸运粉，这个惩罚够不够严重？一直被推线，烧吧！死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。他，但我还是亏呀、啊。他知道我没杀，我吃药吃的有点晚。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Hey, 我他妈亏一波半兵线，好难受呀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更多火药。又一个。OK，OK。巴里古德没问题。记了吗？我要夺回属于我的。哎 ，Q 到。装牛马是吧？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舒服舒服舒服，什么摇人呐、啊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会摇人吗？开玩笑，不要污蔑我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想骗盾，妈的，盾没骗出来，他升六，操，无语。本来想贴点，逼他开一，然后我再 A，A Q 点燃，他护盾没挡到我点燃后被动的伤害，他就死了。他这个屌毛升六级了，给老子吓死了，哥们。人人有份，死亡把我
吐了出来。王轰炸！啊？他升级了吗？他怎么一点血没掉啊？当心炸药桶！缓慢死去，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人人有份。借了，兄弟们，服了。擦钱暴力招致死亡，也就成了绝息场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吉沃特，脏东西，更多火药，人人有份。这不得先撤一下，他把我骸骨给破了。等他先交技能清小兵，我再 Q 他一下。这他吧怎么顶得住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这么帅啊！烧吧！一刀砍他们，何不如左移？海水中重生，金色者来临了。什么好处？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谁拉扯他的？他自己第一时间不愿意走。
等日文跟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要直接走了，因为他被打一半血，他再摸上来，日文会 Q 跟上来，然后就把我也给害死了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。他第一时间跟上来还好，他是满血，日文不会追。天哪！根本不假鞋，满血被秒了。是吧，要出去认，我第一时间根本没去见他，能 W 上来他自己不 W 上来，你一直跟他逼逼我干什么呀，是不是脑子有屎呀，他自己有 W 有闪现他自己不给，你他妈老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，还怪我不给他 W， 那鬼一边去啊，搁这恶心谁呀，你第一时间你不 W 摸上来，你给他打一半血，日文第三段 Q 是他妈可以过墙的，你半血我他妈接你，他 Q 上来老两个一起死，懂不懂游戏啊，我第一时间没去，我后面去时间也够了呀，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他都是满血，你别跟我说这个距离不够，你要是没 W 自己闪现上来，什么怎么什么屎尿都往我身上甩，那关我几毛事呀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连回城都不需要断，直接在原地回城让他自己闪现跑，什么意思啊，他妈给我两个人头陷害我是吧，因为弹幕又骂我说我 K 人头，那么不想玩了又给两个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，回来时会变得更强，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，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又一个
更多火药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最终了，快跑！闪现狗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当心炸药桶。背叛了我，哪来的黄金啊？不是，我有点好奇，哪来的黄金？说的我差点都信了我打黄金局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啊？谁是黄金？找出来，谁是黄金？开个大招，人头都不给，不想玩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就需要那个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我打不了字，不贪线了，本来想多贪一波升大招的，再贪的话小龙可能来不及了，就认为不一定会来。我现在去小龙，我又怕他们这个肉文去拆二塔，就他们直接放拆二塔，就会一个水龙魂有点亏啊，就一个就一条水龙，感觉有点亏。他不去我也不去。我从岩缝和海水中重生，把他们连起来。他妈灵活呀！坏，队友完全不是对手。这咋搞的？你亮你妈的问号的，你凭什么亮问号呀？你配呀、啊？本来不想杀你的，手贱亮问号。那就靠你惩戒了，我说实话那就只能靠你惩戒了。你能出去先给他踢走 OK。 还行啊。
好亏啊。别急别急，等我点个冷静这蚊香。急什么呀？其实并没有那么亏，我们现在没有大龙压力了，可以再考虑发育发育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我打不了字，你们发育。别急，我们这个后期阵容几个锤子啊，这把你的腰子砍出来，又一个。皇子不来了，不装了，不喜欢亮问号吗？人人有份。我以为抽个破盾。暂时远离杀戮了。得不到的东西，统统烧成渣。我打算让小兵把这个塔 A 掉。当心炸药桶！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更多火药！就他吧，利用这个塔把你们都杀了。喜欢二塔是吧？啊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啊，不是，我在草里面，关你什么事呀？啊，你喜欢你也在草里啊？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开我是吧？来，妈的，看谁开谁！好人，我巴不得你开我。好像守不住了，这个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时间不够了，回城回晚了，杀完人我就应该直接回城。我也出个破剑子，一会。当心炸药桶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打不动就算喽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更多火药！烧吧！
什么不 A 果实 ？A 果实跑了呀。我看到你石沉大海了。我操，完了！卡莎为什么打我这么痛啊？卡莎，锤石打了我他妈的900，跑一下，跑，不要大龙门，完了。这他妈就难受。这又把我节奏断了呀！不是他们有太多技能来防我，去搞他们，要么就是闪现，要么就金身。我每一波要做事的时候，每一次都被这种东西搞的话，我就做不了事情。就对面全部是金身，我一个人我都杀不了。夏拉斯闪现跑了呀，金身闪现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打不了。捐了。